工聯約見經濟財政司司長梁偉德，就物業管理、清潔同保安僱員出年開始實施最低工資提出建議。工聯建議政府成立最低工資專責跟進小組，負責溝通協調、預警評估等工作，亦都建議完善公屋管理、研究行業經營規範等。工聯話梁偉德贊同相關建議，會展開研究同推動。